这可以丢掉，这可以丢掉，换这一双。天哪，哦，好开心啊！噜噜，大家早安。对，我们又回到老地方了。今天是我的 vlog number five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吃的是丹丹。我吃的是四号。喵喵喵喵！我为什么一直对着？哦吼！哦吼！好可爱哦！哒哒哒！噜噜！滴滴滴滴滴滴公一雄杯来杯子，不不不，那是我们的意思啊，这个啊，我不能吃七七乳加。你里面有花生。我对花生过敏。哎呀，我们代表台中爱。他现在整个很害怕，发生什么事？我的猫，你们是谁？阿嬷又是谁？他帮我们订了这个贡茶的奶盖绿，应该蛮好喝。早安，今天吃的是阿宝的总会吐司，噔噔。然后听说这很好吃，是我的朋友就是推荐我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在阿宝都会点这个东方拿铁。嗯，东方拿铁我不知道它茶的基底是什么茶，可我觉得它喝起来还蛮好喝的，推。现在回宿舍了，刚上完了课，然后我刚刚因为外面在下雨，所以我买了一只雨伞。然后我买完雨伞之后呢，就没下雨了。出门吃晚餐，然后我的朋友要带我去。啊哇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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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last one. Last door. 啊，好棒哦！怎么那么厉害？那是他打工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先要去买清新。我要喝这个。喵！怎么那么可爱？连这个都是超可爱的。请问一下，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？今天想要带什么样的款式？你可以参考看看。哦，这款真的还蛮婆婆风格的。
然后浮夸款的话，这婆婆也可以带走。贴纸都是哎，超级无敌可爱的。那请我们的就是思雨同学帮我们试喝一下。首先我们先摇一摇，用力的。哇！他居然在给我试，看起来根本就是一样的鞋子。你跟你原本的名就一样，他不用换一个口味好不好？